不到二，实在是很可怕。不过一开始呢，四叶城杰先是靠着精准的选球，获得了四坏球保送。状况。这球是跑到了红中，被打到了中右外的方向，打到了，哇，差一点点撑进，差一点点是美姬的手背，球是滚到了维力炸酱面的看板底下，野上的陈杰宪现在是留在了三垒上，唐兆廷的二垒安打让狮队在一局下半有了得点圈的进攻呛死，那对决了，还是太低了，变化球走在低角度形成了满垒，两好一坏。这球打得蛮强劲，穿越了林立的防线，三垒上的陈杰宪要回来得分，二垒上的唐兆廷现在也要来拼本垒 safe， 双方2-2的平手，靠的是林子豪，子豪真的长大了，在得点圈第一次的打击机会就把握住了，帮助球队2-2扳平，而且现在还是一二垒的得分机会，总算有第三个人打点了，曹总你好狠啊，总算怎么？这个位置林子豪就掌握得不错了，没错，他打得非常强劲哈。哇哦，比较甜啊！哎，跑到的这个